正面现在基本上都被揭露出来了，但是要提取这件器物呢还要过一段时间，因为它的附近还有一些象牙和中小型的青铜器，比如说眼形器。那么为了保证提取这个顶峰人像的万无一失，我们要把附近的遗物先行提取一部分来扩大它的工作空间，所以大家想看到顶峰人像的全貌还得过一段时间。